刚刚我们看过 speech notes 之后，现在回到 Google 文件，那当然这个地方就必须要你登录 Google 账号才可以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直接点开这个，假设你没有登录 Google 账号就不行了。好，进来之后呢，好，这边我用我另外一边的账号哈，这边已经进来了。好，我就从这里新增，好， Google 文件，好，按一下。那 Google 文件本身也内建了麦克风的功能。所以呢，你只要进来之后呢，在上面这里有一个工具，你看叫这语音输入啊，你家，好，所以你就把它按一下，有没有觉得又有点熟悉的感觉了？赶快的，好，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你现在要用就可以直接用。那我们刚刚用 Speech Notes 啊，或 Google 文件，他们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标点符号，也就是说你在讲的过程里面，并没有帮你加标点符号。那你要加标点符号怎么办？好，如果以刚刚 speech notes，刚刚这个地方，speech notes，好，我们这个 speech notes，它的右手边这里有没有看到标点符号？对。哇，直接加我标点符号，所以讲你得点伫遮。啊，自己啊，哪里要加，哪里要加，有没有点一下就进去了？好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打。那如果你是 Google 文件，在哪里有？右上角这里，更多，更有多没有？我们这里有个叫注音，对不对？注你给点的，让前面你注音，你记得手写键盘加，在这个地方你把它按一下，有没有下面有标点符号？哇，好，所以你也是一样，哪里要你就点一下，哪里要是不是就点进去了？这样你就不用从注音那边去找，等于说你在这个线上的里面，你透过刚刚下面这个，是不是就可以把你的所谓的标点符号就打进去？哎，安尼有了解不？那我现在就来试一下喽，使用方法都一模一样，在哪个地方找到？在工具里面，哇，等一下我会把这个再把它标示出来哈，来，我就按下去，第一次按的时候是不是一样要允许？允许，对，现在。我们使用 Google 文件来试看看，你可以发现这样效果也是很不错，辨识的正确率也很高，尤其是口语化的专有名词，可能比较没有办法，就是辨识的很正确，但是一般的大致上都没有太大问题，你应该有很发现。我慢慢讲，一个字一个字，每句每句，我都不会有讲很快。用完了，是不是关掉？有没有发现？那其实刚刚在辨识这两个云端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性，第一次辨识出来如果不对，它还要跟大数据做比对，所以有的你会发现，哎，第一次出来好像怪怪的，但是它有在修正一下，有没有？哎，就是这个地方哈，所以你用这样子，其实你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就会快蛮多的。但是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原则，不要讲快，每个字尽量把它念清楚。这样子的话，正确率高，其实你要改的机会是不是相对比较少？你的速度就会提升。安尼 OK 不？可以哈，来，那看一下在哪里哦，在这边工具里面的哪边？语音输入，好，语音输入这个。这个，来，那要给各位试看看喽。来，